了不起的孩子这个节目里边，我们看到孩子有各种能力啊，比如说观察能力啊，判断能力啊，记忆能力啊等等，还有一种语言表达能力。前不久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孩子，对，会七种语言，你看到了吧？有，我还转发。接下来将要看到来自俄罗斯的了不起的孩子贝拉。贝拉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你做个自我介绍好吗？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贝拉。今年多大了呀？今年几岁？ How old are you? 五四岁。哦，你的四岁。你来自俄罗斯的哪一个城市啊？在莫斯科。莫斯科。哇，有人说你很漂亮，对吗？是的。这么高冷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看我一眼呢？嗯，宝贝儿。哎，你看，他在看大屏上的自己。哎，他一定是被自己美到了。镜头就这样，不要动。那看，那看。他的那个状态像莫斯科马戏团，他在表演捉蚊子，真的有一个小虫子从眼前飞过。宝贝儿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觉得我长得帅吗？是的。哇，我就没有见过一个人夸别人帅有这么敷衍的。这么敷衍吗？敷衍就是你对我不负责任。来，我问你，你的衣服，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你的裙子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白色啊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。还可以啊。绿色。哦，我帮你数一下，你会哪几个国家的语言？俄语。俄语、英语、中文、西班牙语、德语、阿拉伯语。阿拉伯语，六个。还有一个吗？法语吗？法语。七个。我想问一下，他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们会几种语言？Я работаю учителем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. И у нее есть учителя по пяти языкам. Русским и английским мы занимаемся сами. 难怪，他好像会用好几种语言唱歌。是的。Звездочка, светись, сияй, путь дорогу освещай. 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鳄鱼版吗？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,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. A D, a D, E, Yanetima, Alami, Gamahulua, and the fearless of the night.Diamante de verdad,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放光明。很好。好像许多小眼睛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贝拉给我们带来的七种语言的项目挑战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